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买东西。买东西。二，很多椅子。很多椅子。三，在开车，在开车。四，没有字，没有字。五，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你的杯子很漂亮，你的杯子很漂亮。7，他在打电话，他在打电话。8，你看，这里多写了个0。你看，这里多写了个0。
九。他现在在出租车上。他现在在出租车上。十，你想看哪本书？你想看哪本书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小姐，你买什么？我买苹果。十一，小姐，你买什么？我买苹果。十二，十一点了，睡觉。不，明天星期六。十二，十一点了，睡觉。不，明天星期六。十三，火车站在那儿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十三，火车站在那儿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十四，下雨了，你怎么回来？没关系，我中午不回去了。十四，下雨了，你怎么回来？没关系，我中午不回去了。十五，你会说汉语吗？会一点儿。你好，谢谢，对不起。十五，你会说汉语吗？会一点儿。你好，谢谢，对不起。
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爸爸的学生。那个人是谁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爸爸的学生。那个人是谁？十七，我们坐上午九点的飞机。飞机是几点的？我们坐上午九点的飞机。飞机是几点的？十八，吃饭的时候，他很少说话。他吃饭的时候怎么样？吃饭的时候，他很少说话。他吃饭的时候怎么样？十九，不是四岁，我女儿今年五岁了。女儿多大了？不是四岁，我女儿今年五岁了。女儿多大了？二十，我不是北京人，我在这儿学习。他在这儿做什么？我不是北京人，我在这儿学习。他在这儿做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